从新年开始呢，旅客在奥克兰机场搭乘阿联酋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法国巴黎的乘客将享受 A380 宽体客机舒适的飞行体验。目前呢，阿联酋航空公司呢每两天有一个航班从奥克兰飞往迪拜，在迪拜呢，旅客可以便捷的转机前往欧洲的各大城市，大大方便了新西兰人呢前往欧洲的行程。